女人大多多少少都会二尖瓣膜脱垂，以前这样检查，医生就说没关系，这大部分的人都会有。但是现在是心律不整，在睡觉的时候，之前就突然间好像有人在敲门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这样你一定会害怕嘛？医生是告诉我说，那我就要再去戴一下那个心脏追踪器，之前就戴过，对，戴过那时候的心脏跳太快嘛，是，而且吃了药以后，突然间有一阵子突然就变慢了。对，那变慢的时候你就不大敢走路，你知道吗？就走一走，它变慢了，你就停住，然后会不会就停了？独家陈雅兰自曝走路心跳怕暂停，为歌仔戏倾家荡产，继续惨赔。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去年以反串皇帝角色嘉庆君空前绝后夺金钟视帝的陈雅兰，今年如虎添翼接下金钟主持棒。如果跌倒的话，那就是金钟奖的高潮了。不畏跌倒，不怕口误，见过大风大浪，道行很高的他，提心吊胆的竟然是比较担心身体吧。医生是告诉我说，那我就要再去戴一下那个心脏追踪器。之前就戴过，对，戴过那时候的心脏跳太快嘛，是，而且吃了药以后，突然间有一阵子突然就变慢了。对，那变慢的时候你就不大敢走路，你知道吗？就走一走，它变慢了，你就停住，然后会不会就停了？睡眠还是要正常啊，但是我心里有一点事，晚上其实就不是很好睡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压力，可是人家都说怎么可能晚上睡不着，就是有压力你才是睡不着啊。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有什么压力？我都很轻松，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很轻松。但是主持金钟奖的确给我们压力，因为所有的斤斤角角者都在看，因为你越在意越有压力。国家剧院只有1500多，对，然后在国父纪念馆2500。其实国父纪念馆蛮熟的，因为我两次陈雅兰歌仔戏都在那边公演。你若愿意接受我的道歉，一杯酒就请你。你是想要做什么？我是想要试探你。前前后后迂迂回回的试探传统戏曲的新可能。陈雅兰心律不整，但歌仔戏永远在心头第一的位置。以前就是为了歌仔戏还没有出去拍戏，就是八点档啊的邀约我都没有接。对，我想说我要专心，要不然你身边没有人手，你一个人要做那么多事，结果现在花完了还是得出来拍啊。以前是杨阿姨杨丽花好定兼共兼，现在变成我好定兼共兼，就什么事都要包。你要做的时候，你想传承的时候，你就必须一肩扛起。对，会累死自己。应该是去国冠城打。我怎么会买三栋房子？是没有赚钱，卖三栋房子的怎么赚钱？所以这方面我神经比较大，就倾尽全力，或者是倾家荡产，对，然后倾其所有。但是我觉得想做的就不要后悔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为了歌仔戏这三个字无所不用其极，就是让大家听到这三个字。对，因为歌仔戏真的不是我的，对，是这块土地的，当然要政府协助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好杀的眼神啊，不倒。